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天要跟大家小解这里点点，会当讲是伫倒位的意思，像讲我点只等你。另外这里点也有过暝的意思，像讲下暗点只，明仔载才倒转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咱做伙来看到头一个就是点只，就是伫只。咱嘛会当搁再分看讲点遐，点伫厝内，点伫外口。第二个词较深，一般人可能较罕伫听到这个词，即读作点味。咱较直讲到就是呛水味。沾水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两个词合作伙。比如讲，教练叫这阵来遮学呛水味，学生踮遮踮味较安全，卖伤过出去外海，才袂发生危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点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